愿意嫁给我吗？可是我快死掉了。没关系，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洋葱辣，剩两个月可活，痴情男娶颜末女友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眼眶都湿了啦。如果你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，爱人会怎样面对你？24岁魏延末期小燕，上月中被医师宣判只剩两个月生命。与她爱情长跑7年，现在还在当兵的男友大燕仍无所畏惧，决定携手一生。我忍着眼泪安慰妈妈，告诉妈妈我们要乐观，就算真的是未来，一定会好的。当下的我与妈妈说，我去楼下静一静。一出电梯，我开始大哭，边哭边走到公园，打电话给我最亲爱的妈妈。妈，我心好痛，好痛。现在的永燕，永燕妈妈一定比我更无助，我必须面对，所以我决定了，我决定要跟永燕结婚。昨天在中国附一由总院长担任证婚人，12个护理人员担任伴娘，在亲友们见证下走红地毯。你们去过的观光景点吗？10个。台中算吗？台中那么大，台中哪里？永燕她一直是我的好媳妇，在好几年以前我就已经认定她了。只有每一关的克服与突破，才能创造所谓的奇迹。老婆，你们结婚好吗？懂新闻，恭喜你们，报道。